总冠军是蓝队，我们请副董事长林优杰先生。Perarakan masuk dimulai dengan pasukan pengakar.
八八八八。今天将为大家带来一场可爱的开场秀，无论是丹尼还是机智，他们都将全力以赴地展现黄队的风采。今年黄队的队长是温小新老师，而副队长是王秀芬老师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迎接黄队的小黄，给他们加油打气吧。Seterusnya, perbarisan lintas suara Mark dari pendekat Ijen Muda Kuning yang bertemakan Minion. Strusman Kontingen Rumah Biru yang bertemakan Baby Shark. Are you ready? Yes! Awesome, Shaki!
陪酒队，跟酒队们在面对各种危险和突然时，总是展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坚韧。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永不言败的决心。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，更是亲队每个人心中的激励。今年亲队的队长是陈一晨老师，而副队长是谢慧仪老师。Hadirin sekalian, perbarisan seterusnya merupakan kotija rumah hijau yang bertemakan Ninja Turtle.接下来接灵火炬的是校友会代表蔡文汉先生，紧接着暖暖的火炬递给联谊会主席邱怡明先生，接下来在前方等待的是家教协会主席杨植强先生，最后一灵火炬的是我们的董事会执行顾问达库斯伊，董事会的 副董事长林优杰先生，最后接过火炬的是我们的董事会执行顾问丹斯利南都郑福成局生，我们请局生在陈世勇校长的陪同下点燃火炬塔，创辉煌，也祝愿今天的运动会能够顺利的进行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运动员宣誓。我们谨以至诚，参加本校第63届运动会，绝对遵守大会规则和纪律。如有取巧或不重大行为，愿接受大会最严厉处分。此事啊，大会黄黄不是讲讲，是我今天外面我的万人家，家人们家人们说是这样，是
现在，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到底哪一队囊括运动会的总冠军呢？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公布2024年第63届运动会的总冠军。总冠军是。蓝队，我们请副董事长林优杰先生在校长的陪同下为我们颁发奖项，请蓝队的正副队长上台领奖。蓝队的队员也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拍张大合照。鲨鱼宝宝身体鲨鱼爸爸，OK， 来，准备 ，hit hit hooray，hit hit hooray，hit hit hooray， 明年再见，谢谢大家。